导演很喜欢帮我乱加戏。我记得我第一天去演，就是去演的时候，其实下午大概四点我就收工了，然后我就刚好在传讯息跟我朋友说，哎，收工了，去吃饭。然后马上下一刻，导演就会说有没有事，要不要留下来？我就说哦，没事啊，我就留下来。导演就帮我加了就蛮多戏的这样子。哇，那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该开心还是难过这样。是，那后来裸就是裸戏，你知道我真的上瘾了，没有很难过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一直就是觉得说我的身材太过傲人，然后就是。我就很不敢在大家面前裸露啊，然后导演就一直说 OK 你 OK 你可以，导演还先看我一下，你可以，对，然后那我觉得是好笑啦，效果还可以，但是就是可能先跟大家说声抱歉，我出写真集的这个可能性现在是零了这样子。